拍开，拍开，唔是停。来，正手停，停来，停来，合开，放下，放轻松，头免出力吼，脚莫遐开。等下目睭开开，意守玄关。深呼吸，把身体拉直。吐气的时候，身体放松。舌头顶上颚，微微顶就不要用力，嘴巴在下收。脸部放松，微笑放松。一手玄关，默念南无阿弥陀佛。来，请现念上印无经老庙天明，弟子皈依佛陀宣化，今天皈依圣人宫龙华圣会，一至中央点显灵，万法超然胜利清。请道者禅师显灵合体，和弟子自行显露以道合真。弟子家中气天神，历代祖先累世冤亲债主，今日全部照弟子显官灵巧，会当一只受其皈依，全部往天位去，和弟子在人间好修道功德回向，也弟子修道有成，东正龙华圣位。身体气动灵动无要紧吼，来，下面加起来。师哥，我去迄个成大吼检查身体啊，倒来拢艰苦，往即几十公斤拢想要过迄条下。啊，迄病伊本来就较无清气，来有哪小粉底粉哦，开一下吼。来，手合掌。来，请咱姚弟金庙加持。红路这个气泡开，大哥泡出来，大哥泡出来，倒出来，倒出来，泡出来，泡个大一点。来，卖烧啊！伊有咧分体，较退烧吧，手合掌。来，请观世音菩萨加持，再加持，再加持。脚在疼，来，请请多谢神师加持，疼到位。我看。啊，无啥物伤，啊，用安尼疼疼。疼得对。来，迄种就是你即阵有当时啊，较疲劳怎安尼？还知哦？疲劳就是你末梢神经的气较无通，怎安尼？疼一下还是疼几天？下晡才开始疼。疼到真快咧疼。叫起你来，
抽起来听，这看多多一卡来听。给我来，还过来听无？蚂蚁，我怎么过来听无？见到蚂蚁就唔敢去。来，递给我看麦。哎呀，过来听，过来小可听，我打开。比较好啊，来，佮带你分体就好啊。你佮带。做听下嘛。前手的气佮分落开，佮摸手真正的气佮关落开。还有较快无？来，最后第几秒加持？来，头顶的书地甲摕来。来，请多谢师父加持。地主的这历代祖先去天神，完成祭祖，会当全部的度化，让地主会当灵光自在，厝内大小会当万事吉祥。还会听袂啊？还搁咧听哦？我较袂听无？脚尾捏起来较袂听。等起，然后烧水甲浸一下吼。
啊，再来抹一寡，也是打一下迄个药包，打一下就好啊吼。迄末梢神经较无法通烧水甲浸一下，知无？来。来，请咱们各位加持。你当代志心情啊放较开嘞，囡仔生活啊注意就好吼。嗯。什么人诶？哦，请菩萨让佮斗三工，红路吼在这。事业上会当我较稳定呢。来哦，你要原地加持的哦。来，一只都袂使离世吼，你还袂正式归。这个道场是会当给你加持，要分体啊，经过道场的答应哦。这里出来呢？你出来。不是，我这里是要出来，一定要回来。这条灵别讲咧，看你家己要修无啦，知无？啊，厝内安尼更加安尼蓬蓬烟，我看是罔修啦。哦，业果还靠修啦，唔是靠求啦，知影无？这句话你唔得听落。请菩萨来加持。拎起未？阿彪个拎未？有啊吼，有小我个跑个开咧，手好细一看，牙关，对哦。阿伯人去倒个气未顺，当然爱分体就好啊。你看，你若有来调这气，都很贵的。我上礼拜就分分袂开啊。啊，这个嘞，啊，那有开无？我较开。今晚较开无？感觉看看有较开无？有、嗯、较开啊！较开了，继续拍开。气、吐出来，免惊歹势。你气一吐出来，一寡落气吐出来。
那都起个吐出来。对，安尼吐出来，迄都起吐出来，你气唔才会开。迄大哥就是你吐的落去，甲吐，甲大泡出来。新入来看的安那，你来这看的安那。嗯。先你我讲，好。看到提心来了，不是提，不是提人来了，提人来无效，提心来才有效。提人来，提人来无咧收，提心来才咧收啦。提人来了，像我头拄仔讲，拢来这咧领钱尔。提心来，这是咧欠钱啊！你敢听我的意思？你若大家拢提人来，拢是要来问某娘，看我会当平安无事无？伊拢大家来甲某娘借钱，是毋是啊？啊，你若甲我某娘做工课，我来发薪水哦，你来欠钱，是毋是？啊，对一项对，对一项对，你敢听我的意思？听我听无啦，提心来啦，提心来遮，看人安怎收安怎做，是毋是？佛祖讲定业不可转，唯有众生受转。你看安怎爱，家己收就好，但是嘛爱做。袂当讲收家己，收家己，你较敖，你就做先啊，毋免来遮，是毋是？所以你认为收家己，我来收哦。嘛爱找到一个法门收啦，无你无影家己外好收啦。安那？较好啊呢？有较好啊？较袂听。较袂啊。啊你咧，看安怎？顶了有比较好一点，这样就不用痛了。所以你安尼就是确实有内风湿，无唔对啦。内风湿就是讲经过这个气的这个调理的时阵会较好，安知无吼？来，多谢三叔加持。够啊，可以吧？有啊、哦。你们人某无伫诶物件就乌白食啦，知无？家己煮嘛，某乌白煮乌白食。迄个当时啊，食着唔对诶物件嘛，是安尼啦，知无？你较早捌听讲过无？捌吼，我食唔对物件就安尼啦。我叫你当食煞啦。我唔再甲你讲，食唔对物件咧，你着对有听讲诶问题，知无？
听我问的，就这几天食物件较注意咧，了解无？茶加啉一罐，茶滚水啊，毋是茶米啊。你嘛要排泄出去，茶滚水较过来，你嘛要排泄出去。好。了解无？啊，你母呢？毋是恁顶的哦。我了解。哎，我来讲了对当对当吼。那先，我今日讲了你安那听下来无？哎呀吼！你做我的学生就听下来才通来，啊无唔通，无输咧教人戒严。你若规个在我看出来，你嘛足歹看，是毋是？我讲啊，干有影？安了解无？啊，但是你若好啊，修圣人宫真正来救人。哦，你这也无咧骗人，无咧怪人，这无做功德，也无咧做啥。你看你今仔来问事，我甲你讲啊，偌济钱哦。啊，无你今摆有咧救人无？有啊吼。啊，安尼有功德无？有啊，啊我嘛来推荐我嘛，感觉家族大家是啊，上天若要修福，才有得做对我对社会有贡献，才来修福。过来求道就是咧修福，福慧双修。你认为这道场有无？是毋是有？啊有，这就是一个好修的所在嘛。但是要安怎修？毋是来遮拜拜搁来修啊，毋是来遮人家跳跳搁来修啊，敢安尼伤简单尔。你看这个，伊嘛是开始来做义工才开始好，无伊来跳几桩嘛袂好，是毋是？还了解无？小事还咧讲，恁来求道是一巴掌，甲你点无到尔。啊！你若无在遮做功德，你迄爬顶油若用尽，迄爬火就化去啊！啊，遐油顶要哪添？提钱来添，提钱来添，不一定添有油，你爱相信。但是提人来做就添有油，听有无？啊，上天哪都看钱，怎有功果？安尼，这个世间就多无人啊！啊，知哦。所以我讲叫你提心人，莫提人来。还听我意思，还有够清楚。心够，你千金万两买袂着啦。咱若是要来皈依，可以。规矩来下落来，来你这灵体爱分体，啊无伊咱的道场若无皈依是袂当伫遮分体，所以你吼、哦、你这灵别个安尼，我看加减少啊，知影无？啊无你着搁等下甲会拄啊，看你拄赢伊无，是毋是？就这个嘛，读书伊才来。啊，无伊较早嘛是，好来，啊，有搁较灵无？有搁较灵无？有灵开未？是这呢，还有较灵无？剩小看尔，是啊，剩小看尔。这个哟。
安尼会听无？睡觉，啊，我白白白蛋。好。困了，较饱，困两天就好啊。这个天我困了不好势啊。嗯。哦，笑崩了，看有较灵无？有较灵无？这边较好啊，这边。哎，咱从会走啊，咱嘛是，来上课之前是这边，啊，怎么你下课都走去这边过来？哎呀。怎么嘞？可以呗。练啊吼，好。来，对开。你去有皈依嘞，有时间就要来参悟，知无吼？好，安尼可以。是像我这有时啊，这脚只痛吼，暗时啊咧困，啊到这落吼，都身体歹困个，啊有时下咱两脚叫紧，两脚叫紧报名个，有时啊报名啊。你若脚会叫紧吼，这个表示你这坐骨神经小可有去粘连着个安尼，安尼了解无吼？所以你这种个上介好爱做一挂运动。卖伤激烈运动，较轻微运动，安尼了解哦吼，或者筋骨会当较灵嘞，安尼了解哦。哦啊，有当时啊卖坐伤久，你这小块有坐骨神经的问题，安怎样？敢无去用看？嗯，就是你小人看袂，啊，唔是咧近视，你多正常吼，感觉有些是啊，些侧面在往那边侧面的那个。啊，一半边有时会紧啊，半夜双脚会紧的，啊，紧就好啦，感觉紧是不错，啊，就爬起来，门窗顶啊坐下，啊，等下不坐了困。哎，你这真正坐骨神经的问题，那应该有脚麻，还有坐骨神经的问题，知无吼？好嘞。来，请德军甲贤叔看要倒一个来。德军甲贤叔吼，这地主即摆已经伫咱遮成为这个领疗会长，你来甲这个职务担出来。
啊，这个行。哎，那酒我说得可以。免酒了，免酒。哎，加几只，加几只管理员来看下。更加退后嘞，退后头前要跟我相像嘛。来来，你来坐。我。哟。坐好，把酒开一开。你心中若有神的神书自然就跟你斗三工，来，神书这个给你。杨良，这神在等你呢。呀！呀！呀！什么你就甲讲白话，互信徒听。好好，这是练习才会当安尼啦吼，啊，无咱这是男对男啦吼，这是今仔日我互伊练习。所以要保持尽量别去动筋骨吼。哟、哦！
各位多请您做领了，就是要注意哈。尽量莫去动到这民俗了啊，知影无吼？讲白话，你的心讲爱放好轻松，唔通安尼乌白胡思乱想，安尼嘛唔对，你可以不必啊？哈，今天你安尼一直。为害你，为何忘掉啦？爱先顾你自己啊！你说你自己有理数，你可爱你？这个结束，我你安那收？啊，红路目睭白个啊，路口正啊，红娘啊，路子灵啊。讲我听有啦，你讲今日甲你做个食，我唔是我咧教，叫伊讲啦，唔是叫你讲。感谢，感谢神父师傅。不是哦，无啦，唔是啦，别个讲，等你讲。哼。陈叔，你个别个讲我食啦，哎，灵异讲伤济，无一个听。啊，我都和你讲，别个讲较久，啊，你不要讲我倒久。
你讲手合掌请回，无啊，三叔讲啦，不是你。可以安尼，佮讲安尼可以。好。感谢师父。嗯。啊，佫加一，佫加一只来。我今日找一个男床来。来，你要来听。哎呀，来！陈师傅来，安良师姐。你看我的狗姓安诺。嗯。安娜。啊，楼顶无呢，甲你讲安尼，啊，听有无？这关节了，你来。来，地主吼、哦、已经领到有这个指令，你就要照起工作做起。我使你开眼又开金语，为众生会当来破五千破五明，会当知情。你若要为众生来做消灾来做科仪，你就要学长学善男信女，就要听会清听会明。来，进来。
来我就过真呢，是毋是啊？知吼，我嘛知影。爱放好开，一天呐，来归伊，真好，我冇看到呢，阿哥啊。好出来起真好，
祖兄对你的迄、那个压力啊放开啊，是毋是安尼啊？对无？当然，我有一寡，啊，做了无好，我嘛是足愿意来改进啦。啊，但是我感觉我对阿伊讲嘛，无讲足歹足严肃阿伊讲，是因为伊有时啊，伊个做法含咱有一个，啊，嘛我有时啊，伊若要讲说我会当接受，我嘛是甲讲好啊，我嘛是会当接受伊个伊个看法啦，毋是全部拢讲我对对个安那样。对啊，你的祖兄，你的祖兄对咱这个佛道啊，本地就有伊的先天灵啊，真重啊，你知无？所以伊足爱去寺庙行行的啊。你考虑吗？伊即摆无让我带做礼物，到伊准寺庙行，我毋知。过去有时我嘛。要去问伊个，但是我拢会招伊去，会喊伊去，伊嘛是喊我去。过去是安尼啦，啊，但是吼、哦，是因为伊有那伊个习性、伊个脾气，那毋是介好。但是我嘛是讲，毋是讲我一定讲足严肃、足歹来对待伊，我无一定讲是安尼啦。但是就是讲，我若认为我家己会去思考检讨，咱若假使讲咱有做了有够。啊，伤过固执，啊，伤过严肃，伤，哎呀，我家己会检讨，我家己会改进，即我家己会改进。但是吼、哦，我原来知影，阮一早见伊个心态、心理吼，原来有一寡，咱嘛毋知要安怎讲。过去个你拢啊当做伊是一个破病人啊，是毋是咧？伊无啊，伊无破病啊，你拢啊当做伊是破病人啊，叫伊爱去看医生啊。伊都无安怎，你要叫伊看医生？伊是咪拢叫伊去看医生？但是我是感觉讲伊个人都有小可有一个伊个心态心理，我是讲啊无，你著去看一个，去看一个看嘛。哎，伊嘛是去看，伊目前嘛是去叫咪去食药啊。对啊，你拢啊当做伊是看病人啊？对啊，但是我对啊，但是我嘛想讲伊有啥物问题，我嘛是过去嘛是有安尼哦，淡薄安尼，大部所在淡薄安尼去甲。问啊，去甲问看伊到底是啥物原因啊？啊，伊但是我招伊去，伊嘛是喊我去啊，伊嘛是喊我去啊。啊，但是就是讲有时啊，伊吼，伊当然有伊个想法啦。啊，但是我就讲，我若假使我家己检讨，假使我若讲我有较固执，还是讲我有较严肃、较歹，我家己会检讨，我家己会改进。哦，啊，但是我就是有时啊，嘛毋知要安怎去跟伊去沟通啊。啊，即嘛毋但是啊，伊过去对爸仔母嘛毋是介友善啊，对爸仔母会使讲，我嘛是会使讲，嘛无方便介讲啊，足侪侪啊，批评爸仔母，啊，屁相轻视，看你无去，啊，甲你骂，甲你创啥物，即嘛时常一定有诶啊。啊，你甲想我做时大，我会感想啊，会想讲啊，囝是遮大汉啊，伊不是甲你骂，甲你批评，甲你屁相，甲你讲啊，真无好听。啊，我会想讲。啊，囝甲是遮大汉，甲栽培遐大汉，伊问题对，莫讲对我，对伊妈妈嘛是安尼啊。啊，有时拢会困扰讲，伊妈妈伫某一个所在的道场嘛有伊遐咧上班，伊遐咧修啊。啊，有时会安尼去甲咱，逐工若伊若咧袂爽快的中间，就是手机啊、电话，敲了搁敲，敲了搁敲，敲了搁敲。啊，即马敲了就换，换敲我就换伊妈妈敲，换敲伊妈妈就换我敲安尼。啊，有时较早我伫外口咧走车的时阵，嘛是安尼电话，电话甲你困扰，甲你困扰。耶，你个后生甲媳妇啊，无爱伊动作，伊你是个祖囝。我无安尼感觉。伊有感觉啊？有感觉是无得伊家己个人想。我认为讲，你有认为伊有感觉无啊？我毋知伊有感觉无，但是我会认为我袂偏向讲后生甲新甲查囝，伊个压力嘛足重呢，伊感觉伊歹找头路呢。其实伊吼，若要讲，阮查囝甲阮后生，我真得较关心阮查囝，因为阮后生我是感觉伊还好啊。当然伊嘛有伊个脾气无改过，但是阮后生我感觉伊都无互我带来困扰啊。后生咧走车啊，
对啊，啊，但是是嘞，是啊，对嘛。啊，伊走起伊都无，伊也袂互我带着啥困扰啊。但阮这查囝就是过去，伊自伊读册毕业了后，回来伊朋友，唔知伊识着啥物人，我唔知。就想讲人，较早有个人讲讲，人熟识是，黄光老比伊熟识是拿头得起。对不对？啊，拢总是说有诶无，啊，恁当然做事着咱关心啊，咱会去啊，去啊对，去啊知影讲伊到底是咧做啥物，是咧行啥物路。你啊，金总伊嘛知影，伊无欢喜啊，是毋是咧？啊，无咱就是只要是讲爱着少年啊，只要放无出在伊啊。嗯，对啊，放无出在伊啊。伊顺风啊，哦，咱若去关心讲，惊伊会去，伊会去安怎样？有时啊，伊住伫厝里，慢慢四过门啊，我嘛有感觉讲，哎。啊，是啊，徛伫厝内面，伊啊，伫遐咧用一个箍仔，伫遐点香，伫遐下。啊，我讲你是去到门上忙乌白点，咱徛这个所在，公务无介管的所在，你去乌白点是啊，安怎样？我嘛唔知去到门啊，还是也袂甲你讲啊。戴军，是，一站车就好啊。哦，嗯，安尼啊。安尼你可知晓啊？我知影，我若是有啥物，我家己会静静去思考。我若认为讲我的个性无改好，还是我的种种啥物，我一定爱去改，爱去修，爱改。我承认。今天回去，嗯，家己慢慢啊想一个，嗯，会当来引导来遮行行看看，无一定爱来皈依。好，这我无问题，这我嘛是定会，因为要向我徛做伊搬厝，有时伊若转来，我嘛会甲鼓励，讲你若只要你要来，我拢会当支持你。哦，之前先都有咧甲我交代，我嘛我支持你，我配合你，哦，啊我你就会当来食，我嘛足欢喜，我袂甲反对，我绝对袂甲反对。是。哦，啊，但是就是咧讲，伊今仔日是安那，过去对爸阿母拢是这种的情啊，即马来唔知是安那，我对对因的爸父啊，伊就是我的媳妇。啊，人其实我想法是想讲，应该阮媳妇袂去对无对遐那，过去也是拢招伊。即大家讲要出来外口食饭啦，出来外口创餐会，啊！但是伊个时阵，伊今仔就是伫网络去批评阮新妇个餐会情啊！即我用网络我无看着，我对网络个拢讲一窍不通，我也毋捌。啊！伊一定去甲安那样，啊！阮新妇会生气，生气有即个看伊转来中间，然后去甲新妇阮做去甲问，啊问甲足无欢喜个中间，伊哪里个拉扯？啊！即嘛煞了，阮后生当新妇是。应该甲看是无讲甲拍那样，啊，惊你女人啦。小哥嘛，吓，啊有小哥啊，即摆就是讲，阮新妇告伊讲，伊去甲诽谤伊个王女去批评伊遐啊。啊，即摆阮查囝甲告阮新妇讲，因翁仔某甲拍。啊，即摆来，即两日收到阮后生新妇会挂号单，我通知因来去转来领。即摆本来喊我徛做伙啊，即摆人仔某生意无做啊，我搬出去啊。啊，搬厝搬倒，我唔知啊，嘛无甲我讲啊，干那甲讲，甲因妈妈讲一下，讲我即马出来，我袂倒来啊。啊，咱心内听了嘛足艰苦啊，吼、哦！阮新妇要倒来做生意，阮阿妈婆嘛是甲斗相，甲斗做啊。啊，伊唔爱做的时，我嘛实在你啊，你唔爱做就收起来，唔爱做安尼尔。啊，即马伊搬去迄倒，我嘛唔知。我昨个通知叫伊倒来，我讲我是要甲讲，还没参详者，阮老细嘛无讲啊，可以客人就倒去啊，对了。啊，即马。伊六月二七，拢讲了后过六月二七，伊要发现伊要叫翁仔某去问啊。哦，啊，我只要是讲，希望讲，分两个人会当去化解，哦，啊会当咱来啊，大家无代志就好啊。做事大人就是安尼尔，无阮是要做安那，一边是后查囝，一边是后生新妇，啊，我是要安那，对，阮是不要做生意，我若要斗相讲，唔爱做，阮也实在伊收起来收起来，后生是咧上班无得。啊！早起有咧做，有咧做，我嘛唔知，我嘛搞不清楚有咧做，有咧做啊。好啦，这样咧，过去有处理过就好啊。嘿，安尼好。是，其他都我唔来处理，无是我今天是来合适的啦。所以啊，今仔日我也是，感觉过一段路，你自己回去小。想好清楚，要安怎来面对后壁爱面对的现实？你可知吗？我知啊，我即摆就是
小芳，伊阁有一段足大诶考验诶啦，知无？所以我今天也是讲到遮。我即摆是讲，若有就是讲，伊若有转来，我为咧，我就是会甲讲，讲我即摆拢训练中遮，啊，你若要来，我支持你，我甲你鼓励，我支持。啊！伊若搁再去讲起着阮后生新妇的代志，还是搁咧讲人批评，我嘛拢甲讲，我无爱听，我唔爱听，你卖搁讲这个我听。好，哦，今天就到这。好，是，感恩。好，安尼可以。来，戴坤来。再来。再来。然后那是领了，姓氏的代志，都每个提起啊。就像一般领了个做做都好，还了解无吼？熟。退开。啊！掉哈，唐良叔，慢慢个掉，啊！你为度众生，唔免遐赶紧哈。生得正气，众生正气，咋说？哎，人家你做领导方式，还阁调整，就是性事代志，唔免去引起，知影无？说呀！啊，退开。可以可以，好，快过来了。过来。然后你也跟你张良师个对阮，我调整一下。你做领了就纯粹做领了，性质了卖个提起，知影无？哎，知影，你即摆个调整可能一部分，哎，知影无？即我可以慢慢甲伊沟通。领了的时阵就像因一般咧领了个做就好，剩咧性质部分啊，性质去处理，哎，知影无？好，今日安尼总是有互你喊出来。不过就是哪做，我哪给你指引这条安哪做，安知影无？人是急的，啊，但是有诶物件急无你落来，清楚无吼？好，我咧教学生就是安尼教，看有无？
啊，你还没想想这？好来，安尼时间不长，到这来。请教会。楼顶结束了吗？楼顶也结束了吗？真的呢。